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咧嚟到今日嘅 Never Give Up 音乐报道会啊。首先咧，我介绍下自己先，我系今日嘅司仪文欣晴 Renaissa。咁首先呢个时候咧，我哋请第一位嘅音乐表演嘉宾上嚟先啦。咁大家都有听过钢琴王子徐伟贤 Paco，Hello 你好 Paco，Hello 早晨大家好，我系徐伟贤，好开心嚟到呢个教会。系 Paco 你好啊。咁咧，大家都知道咧，Paco 咧。應該我可能話我自己咁覺得啦，我不嬲都覺得咧 ，Paco 啲歌有一種好有治愈嘅功能嘅一啲歌嚟噶。咁你都一個治愈、治療性嘅，唔係治愈，係治療性，係治愈又治愈啦，可以係啦。咁我相信咧，你身邊嘅朋友都有好多可能自己遇咗啲唔開心嘅嘢啊，又或者對生命灰心嘅時候，你都會揾你傾訴，又或者聽你啲歌啦。咁如果當有啲朋友咁樣同你講話，哎呀，我好對生命好灰心啊，我好想放棄一啲嘢啊，咁嘅時候咧，你會點樣去同佢哋傾偈？要點樣去安慰佢哋？其實好得意啊！你講呢個話題咧，我都諗翻起好多人，即係我聽好多朋友啦，佢話唔開心嘅時候就會聽歌。但係好多時候我自己做音樂咧，彈琴又好，寫歌又好，我有好多時候我唔開心嘅原因都係喺音樂裏面。咁我點解決呢？即係聽歌可能都係我職業一部分。即係我記得我深刻啲咧，係我有個朋友係喺我讀音樂嘅時候，佢係吹長笛嘅。咁佢吹得好好，咁但係佢好唔開心。你唔使同佢傾偈，你都知道佢係一個唔開心嘅人。咁甚至乎即係我同佢咁熟啦，佢。有時即係都同我呻好多嘢啊，唔開心又話好似覺得個世界欠咗佢啊，冇乜機會俾到佢啊。咁我唯有可以做到嘢咧，我會同佢講，即係我有時同佢夾嘢嘅時候，我好希望佢可以 enjoy 到個 moment 咯。因為其實學音樂對我嚟講最大嘅滿足感係開心咯，而唔係話即係要即係，我覺得當然機會嘅嘢係呢個係一個。你不可以去掌握到嘢，但係你可以掌握到嘢，你在音樂裏面得到開心。咁呢樣嘢我同佢分享的時候咧，佢都即係幫到佢啦，希望可以。更加我覺得我都有將我信仰介紹俾佢認識啦。咁佢有一段時間去咗法國去留學，咁佢自己都有翻團契同埋受咗浸。咁生命裏面都有多一個選擇，就喺上帝嘅裏面得到。快樂同埋唔放棄咯。好啊，咁相信咧，大家都好想聽下 Paco 嘅音樂咧，點樣去令到人哋有治癒嘅治癒又治癒嘅功效啊？咁呢個時候咧，將個台交俾 Paco， 咁將佢快樂咧帶俾大家。唔該曬 Paco。Thank you。跟住落嚟有兩首歌想送俾大家嘅。咁第一首歌咧係，我想問琴晚咧係咪都有人嚟㗎？琴晚即係今次第二次嚟嘅，都好多。所以我就知道係咁咧，所以我揀另外兩首歌係唔同的。呢一首歌咧，其實個歌名叫《理想國》。咁我自己覺得啦，自己遇到喺讀書又好，或者出到嚟去做歌手呢條路裏面都有好多困難啦，同埋係好容易遇到困難，好想逃避，好想揾個即係掘個窿，好想匿埋，唔想去面對。咁但係慢慢我喺上帝的帶領裏面，就是我慢慢明白到原來那些困難，所謂的困難其實是上帝給我們每一個人的一個 exercise。 你練到的時候你就可以升班，還有你會更加強壯。所以我覺得這首歌裡面其中的內容就是講珍惜。我覺得除了珍惜身邊的朋友家人之外，我覺得困難都很值得去珍惜，去令到你可以升 level 嘅一樣嘢嚟嘅，送俾大家《理想國》。忙忙忙，全忘掉，浑浑噩噩，懶分對與錯，看不清左右。來來回回勞累，盡是為著兩口，最終等不到白頭。纵一息间，在片刻那会察觉每种变幻。从前如何繁盛，现在尽被拆毁废墟中，只得感叹。谁人能回头望，想一想是哪一个与你度过这跌宕？
何睡了才能明白旧日活似一个空心的躯壳。现实或有风雨巨浪，吹不走冲不退，信可见状。枯萎的花最终会盛放，松开了的手凭着爱定会有日再痛。纵有错过不必灰心，失足了再手丧，于这一刻收起所有的泪，别再淌，全是为着这些爱去拼搏，碰到挫折都可以去振作，尽力量学懂得痛惜身边所有的主角，留在爱中可找到理想天国。实或有风雨巨浪，吹不走冲不退，信可见状。枯萎的花最终会盛放，松开了的手凭着爱定会有日再拖。纵有错过不必灰心，失足了再手丧，于这一刻收起所有的泪，别再淌，全是为着这些爱去拼搏，碰到挫折都可以去振作，尽力量学懂得痛惜身边所有的主角，留在爱中可找到理想天国。留在爱中可找到理想天国。 Thank you， 多谢晒。其实呢首歌讲多少少啦，其实是我大概年半前的作品。当时呢香港或者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大事，有四川地震，有金融海啸。我觉得每日好像翻开报纸都有很多令人哋好泄氣嘅新聞啦，又自殺啦，又成。但係即係我自己好相信一樣嘢，就係即係上帝係有公義、有憐憫喺度嘅。而且我覺得更加要去喺呢啲情況要去學習，去點樣去愛身邊嘅人咯。雖然我唔係好識，即係我覺得，但係上帝去教導咯，即係教導我去點樣去關注一下人哋嘅事情。而家好興講關注嘅微博，成日要關注人。但不是就這樣按個掣的關注，而是真的去怎樣去身同感受，就是理解別人的事情。近來又打仗，就是南北韓，所以我自己都很想自己在自己作品裡面都可以放多些是回應社會又好，或者可能是自己對這個世界的一些感受都會跟大家分享。以下來這首歌呢，其實今天主題就是說 Never Give Up 啦。咁琴日我分享嘅大部分都係講緊我點樣唔放棄，點樣去堅持。但係琴日個講員阿 Sam 叔提醒咗一樣嘢，好好就係講，其實係調翻轉係神係冇放棄我哋，我哋先至可以繼續行落去咯。所以好雙向嘅，我覺得即係當上帝唔放棄你嘅時候咧，其實你真係應該更加唔好放棄。呢首歌嚟緊，呢首歌歌名叫《無限恩典》。我覺得有一樣嘢，有一個 exercise 好好嘅，即係令到你有多啲力量去面對困難，就係、是。每一日去數一下你有的恩典啦，點樣去感恩啦？當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一啲可能大家傷風感冒都試過，或者可能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瞓醫院。我嘅人生第一次瞓醫院咧，係我舊年嘅年初二，我係唔知點解條頸突然間喐唔到，咁跟住喐唔到咧，咁之餘啦，咁所有嘅診所都冇開啦，咁我就仲要揸車喎。咁揸車大家都知道要望盲區嘛，我係望唔到啊，我係成個人喐。好慢，成個動作，跟住自己一個人揸車去醫院，咁就瞓咗一晚。咁我當時真係好發覺，原來喐到咧係真係好感恩嘅一件事。你喐唔到真係乜都做唔到，我連即係好基本想練下琴啊乜嘢都唔得，好痛。咁所以我開始慢慢面對困難又好，或者可能唔開心嘅時候咧，我都會諗翻起神俾我可以行得走得，可以食得瞓得，
是一個很大的感恩的事情的，送给大家无限恩典。黑夜白天，你的爱都不改变，迷了路，跟随你一路才能看见。唯有波折，让我真实的体会，你的供应不断超过一切。每年每月环境的改变，有时候我们还逃避你的脸，不去计算，默默守在身边，为我付出的爱没有期限。无限的恩典，非一般的甘甜，无限的伤心也能复原。当基督的灵充满在这里，我们才拥有甜蜜的时间。无限的恩典，它就在你面前。无限的平安，相信才能发现。施加的爱超越空间，白白赐下的完美无瑕的恩典。改变，有时候我们还逃避你的脸，不去计算，默默守在身边，为我付出的爱没有期限。无限的恩典，非一般的甘甜，有无限的意志，伤心也能复原。当基督的灵充满在这里，我们才拥有甜蜜的时间。无限的恩典，它就在你面前。无限的平安，相信才能发现。施加的爱超越空间，白白赐下的完美无瑕的恩典，白白赐下的完美无瑕的恩典。上帝祝福大家，希望大家都不要放弃。唔该晒 Paco， 唔该晒蔡伟贤。咁听咗啲咁令人窝心嘅一啲歌之后咧，咁咧我哋就介绍下一位嘅表演嘉宾啦。咁佢系两个人嚟嘅噃。我哋首先添，我哋邀请系中视兄弟 Roger 同 Henry 上台先。系啊，哥哥细佬。Hello， 大家好，我 Roger。Hello，Henry。Hello， 大家好，我是 Henry。系咁，佢哋就系两兄弟嚟噶啦，好明显都其实唔系好似样，但系都睇得出系两兄弟，两个都好高啊，因为边个好好睇啲？咁你问啲咁尴尬的问题，跟台下先答你呢个问题。系啊，咁都知道咧，你哋两位都系福音歌手啦。咁其实咧，福音歌手咧，我觉得好难做噶，难做特别系两位啊，因为佢两位咧都系啲好专业，即系正职都有啲好专业嘅人士嚟嘅，一个系律师啦，一个系医务研究员啦，系嘛？
係咪係咪咁講？可以咁講。係啊，兩個都非常之出色嘅自己正職入邊，所以咧，我覺得難在咧，可能分配時間上啦，又或者平時你點樣去練歌啊，點樣去寫歌啊，呢啲其實你哋點樣去有一個堅持去做呢件事呢？其實即係個堅持就係我哋想用一啲歌或者音樂啦，去回應上帝，亦都係將一個福音傳出去啦。咁其實有很多時候我作曲咧，就會係可能係揸緊車嘅時候，或者係行緊路嘅時候，或者沖緊涼嘅時候作嘅，因為冇其他時間可以做。用盡曬啲私人時間去啦。之後就有個 melody， 咁我通常就會抌俾我阿哥，我阿哥就唔知點解。他一晚就寫完嘅啲歌詞，次次都即係一路睇你 client 個 case 嘅時候，一路喺度寫詞咁樣。其實就係即係我哋覺得主俾我哋嘅恩賜咧，其實係好足夠我哋用，所以我哋想用呢樣嘢去回應翻上帝俾我哋已有嘅嘢。喺音樂方面，其實我哋自己係有一個承擔，因為我哋覺得音樂係好容易進入人嘅心裏邊，所以如果有啲歌有啲 message 係正面嘅咧，我哋盡量想將呢啲正能量帶俾大家。非常之好。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交個台俾中士兄弟 Henry 同埋 Roger。Thank you。相信此刻你拥抱我，
帮助我去困扰，我软弱，我困倦，我伤透，我挫败，中淌泪，试问谁能明白我？心相信，此刻你，心相信，此刻你，心相信，此刻你，拥抱。亲爱主送给大家，为什么你刚才走下去的？因为刚才送给大家是亲爱主的歌，其实这个歌就不是我们两个写的，是一位叫做吴炳坚先生写的。其实吴炳坚是可以说是香港福音音乐界的前辈之中的前辈，基本上是有香港福音音乐，因為有吳炳堅，之所以有香港自己的啱音的廣東話詩歌，是因為有吳炳堅先生，同埋作詞嘅郭多嘉小姐。咁琴日阿 Sam 叔嗰個見證，大家都有聽嘅，有啲人係咪？咁佢講到一隻歌叫《神是愛》，記唔記得？都係出自吳炳堅先生嘅手筆嘅。咁其實阿 Ben， 我哋叫阿 Ben 啦，佢自己作《神是愛》嘅時候係冇諗過呢隻歌是會跑出來的，他亦都可能沒有想過，原來 Sam 叔因為聽完那首歌有感動，信了主。其實我們有時作福音音樂，就是我們沒有想過究竟這些歌出來會是怎樣，但可能即上帝如果祝福，如果他應許的話，真的可以將這些歌入到人的心裡面。如果因為這件事而信主，那其實即是上帝是他做的事真的很奇妙，我自己覺得。沒錯，而《親愛主》這首歌是吳炳堅先生，他是知道自己有一個大病其實的時候的一個作品來的。而剛才見到的歌詞就是說，他希望主可以拖住他的手，就算有多困難，他自己覺得自己是多失敗，幾咁唔似一個人，但上帝都係拖住佢隻手嚟行。咁同今日嘅主題 Never Give Up 亦都係，因為上帝從來都冇放棄過我哋啊嘛。咁所以得知到阿 Ben 想我唱呢隻歌嘅時候，我係非常之開心嘅，因為呢隻歌係亦都曾經觸動過我。雖然我唔可以話得係好似阿 Sam 叔又好，炳堅先生，我未得過大病。我回顧我自己嘅過去，我亦都唔覺得我有啲乜嘢嘅挫折添，可以話一帆風順。但係有好多時候，喺一帆風順嘅情況之下咧，我聽到呢啲歌，感受到人哋受到挫折，我覺得其實我自己都要去感恩，因為一帆風順不是必然的。我亦都知道，如果在未來的日子我會遇到什麼挫折的話，上帝都會拖住我的手來行。所以大家都希望緊記，如果大家在挫折的時候，只要你捉住上帝的手不放，他是會跟你一起同行的。剛才Paco 亦都說過，我覺得很對，其實就是原來是上帝沒有 give up on 我們，沒有放棄過我們。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就想唱以下來的這首歌，就是我覺得上帝對我們這麼好，其實我們真的很應該去感謝這位上帝，所以我們會跟大家唱感謝神。不過呢，唱這首歌之前呢，其實呢，我都想大家觀眾呢一起 participate， 一起跟我們一起玩，因為這首歌呢醒了沒有大家因為這首歌其實很好玩的，是一首Do Up 的歌啦。所以一陣去到 Do Up 那些位置，你跟著我 Do Up 就可以了，跟著你 Do Up， 不如示範一次，你來吧。好啊，你弄個東西 So Do Up
他的美意 Do up 伴我同行 Do up 我不再孤单 Do up、yeah. 就是这样了，我们真的去到这个位置了，大家识做了感谢神送给大家。拍子好嗎？感謝神，在下雨天我都感謝神，炎夏寒冬雨深秋，主必看顧也必愛護，綿綿驟雨中倍感和暖。主所住，候鸟和花草乃喺主所住，植玫瑰花的那根刺，让我知道主的创造原来合衬得这般完美。哇哇哇哇，来啦！耶稣 ，Do up， 他的美意 ，Do up， 伴我同行 ，Do up， 我不再孤单。Do up， 如今 Do up， 因主带领 Do up， 助我何走出 Do up， 死荫的幽谷 Do be do be do， 感谢神 Do be do， 凌晨和清早每天感谢神 Do be do， 日落黄昏我屈膝惊醒祷告，记恩教导凭着救主我必得胜。哇，做得好好，俾啲掌声自己啊！準備好未？又要 do up 噶咯喎。So do up， 他的美意 do up， 伴我同行 do up， 我不再孤单 do up， yeah， 如今 do up， 啲恩主带领 do up， 助我走出死荫的幽谷。Do be do be do， 感谢神。Do be do。地老如天荒，我都感谢神。习惯每一分每一秒，紧跟主爱，与主贴近，期望救主我施恩，期望救主赐下永生，期望救主赐下永生。归俾我哋上帝，感谢上帝。